ด็กคุ้มค่า作为粉丝，然后喜欢一个 idol 是很正能量、很好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前提呢是你们要先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，这样作为就是歌手的我跟他的我们才可以闪闪发光。我们也会在远方一直支持你们，好不好？不哭，不哭，哭不哭？哭！今天看到你们都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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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哭了。对，首先。谢谢，先谢谢你们，让我真的有回家的感觉。因为你们真的很欢迎我们，所以真的很感动啊，很有面子。我要谢谢我的成员，然后这几天也是，虽然都很紧张，但他们还是准备中文，然后还准备中文歌这样子。所以他们在带进去的时候就一直在练习，在问我们，问我跟雨琦说，怎么念怎么念，过来再帮我一下。所以也要谢谢外国朋友们，谢谢，多谢，来走。其实去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，来未来在这边，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画面真的是。下次有机会我们会再回来的。所以奥利，期待一下我啦！期待一下我啦！好开心，龙来到秀啊的故乡。谢谢你们，这么欢迎我们。但是这样结束的话，感觉会可惜。可惜，所以我们一起加油玩，加油玩一会儿吧。